放松了应有的警惕性，没有察觉到国民党反动分子、煽动大批帮会分子、挑起事端、屠杀工人和共产党人。蒋介石这个毒妇民贼，这笔血债一定要让他偿还。先生伤得这么重，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吗？谢谢张先生，这里是我党一处秘密联络点，非常安全。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赶紧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，随时听候党组织的安排。好吧，先生安心养病，有什么用得到崇光的地方，让振刚兄弟去找我。崇光，哎呀，张铁桥张先生，辛亥之先驱，共和革命之斗士，坐，请坐。不知先生此来有何教诲？市政委员、国大代表，为什么没有我张崇光？这兄弟新近主持上海工作，对先生的情况不甚了解。这方方面面的人，怎么也没做个提醒呢？不知者不为过，那我就毛遂自荐。晚辈当洗耳恭听。民国一年加入社会党，任社会党安徽支部长。民国五年，在上海主办公平通讯社，宣传讨袁护法。民国九年赴安庆，主办民权协进会，反对五人干政，遭通缉，亡命上海。民国十二年，刺杀直奉军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良，同年被任命为浙江纵队司令。民国十五年，受胡楚夫先生之托，重返上海，刺杀北洋督军毕成元、图森，策应北伐。哎呀，先生确实是有利于共和之大大有功之人呐。只是什么？上海方面的事，兄弟这个特派员可以说了算，市政委员的追捕不成问题。只是南京国大代表，兄弟还得请示南京方面。那好。那我就静候佳音，告辞。先生慢走。卢秘书到，赶紧安排车，我要速去南京面见校长。是。这个被血染红的市政委员，简直是我沈孝臣一生的耻辱。你怎么就不想想给中信堂带来什么呢？你也不想想，这次镇压工人，同十四年前万佩林屠杀志诚他们有什么不同？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，这件事儿绝不能让大哥知道内幕。大哥又不是傻子。今天在市政厅大门外，他不理我，现在又不知去向。哎，你说大哥临时取消婚礼，会不会有别的想法呀？那谁知道，那只能见到他才能清楚。铁爷回来了。大哥回来了。你们两个正好都在，要如实回答我的话。大哥，请说。这次屠杀显然是政治阴谋，可大打出手的却是帮会。告诉我，
钟信堂有没有收到过什么密约。大哥，你这样说话可就太不相信兄弟了。且不说钟信堂跟江鹤林有仇，就凭你我之间的感情，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能瞒着你吗？这些起义的工人何罪之有？共产党人何罪之有？昨天还在一起北伐，今天就翻脸屠杀兄弟，蒋介石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毒夫民贼。蒋介石势力这么大，我们兄弟能担得起吗？北洋政府势力大不大？不顺从民意，照样倒台。再说了，中山先生的信徒比比皆是，我就不信没有公理。大哥说的是。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小陈，你是不是要去南京参加国大会议？是。怎么？好，我替你去。这个怕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大哥，我们兄弟们很敬佩你以天下为己任的秉性，但是冒名国大这件事儿，有些勉为其难了吧？少柱，孝臣还是我兄弟的时候，还没有你，你做不了这个主。好。我答应你。你决定了？你终于彻底推翻了你的承诺。已经向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宣战了。我只能放弃上帝，先找回宫里了。主任，学生严任向你问好。好你个小严，说来就来南京了。主任的厚爱，学生一刻不敢耽搁。嗯，革命者就应该朝气蓬勃。你在军校后期的表现我都听说了，真为你高兴呐。都是主任指导有方。小严，把你这点机灵劲啊，
都用在校长身上。好了，我有急事要请示校长，他在吗？在。今天学生给校长值班。好干。思成啊，我告诫你，张崇光，你们是缺乏了解的。这个张崇光是胡楚夫器重的人，极左极端，不管以何种借口，绝不能让他参加国大会议。吴先生，崇光老弟，没想到广州一别，我们在南京又见面了，请坐。本以为先生会同北伐部队一起进入上海，没想到却移驾南京了。崇光只好冒昧登门讨饶。何言冒昧呀？我看崇光老弟此番前来，并非老朋友叙旧的，定有其他的缘由。我说的对吗？先生敏锐，崇光此来的确有事请教。说吧，不必客气。上海发生的事情，先生听说了吗？你是说本月12号以后的事情吗？对。先生是民国元老，一定比崇光高瞻远瞩。高瞻远瞩未必敢，高处不胜寒却是实实在在的。坦率地说，蒋介石这一手是阴损了一些，但从国民政府的前途和北伐的大业来看，我们这些所谓的国民党元老也不得不默认了。为了国民政府的前途和北伐大业，崇光不明白。是啊，12号之前，上海局势扑朔迷离，已经出现了两个征兆。征兆一呢，共产党过于猖狂，大又将上海做成俄国十月革命的实验田，全然不顾国民政府的感受，咄咄逼人，形成做大之势。其他城市也是如此，国民革命军每到一地，共产党就发动工人，又是罢工，又是组织纠察队，动不动就占领租界，向外国人开枪开炮。征兆二呢，共产党这些极端的行为引起了列强们强烈的反应。去年9月，英国军舰炮击进攻武汉的北伐军就是例子。现今的上海，列强们的军舰打着保护侨民的借口，聚集在黄浦江面上，随时准备进攻上海的北伐军。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，那就会造成……请问先生，北伐的宗旨是什么？是不是打倒封建，打倒帝国主义列强，废除不平等条约？可在崇光看来，有一半的味道已经变了。崇光啊，政治是善变的，政策也是需要随时调整的。同北洋军阀比较，国民政府在北伐的军事实力上处于劣势。现在列强正处在观望的阶段，如果稍有不慎的话，就会重新倒向北洋政府。不仅北伐难以为继，就是国民革命事业也将被断送。那也不能用流氓手段镇压过支持北伐革命的工人和共产党。照先生的解释，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持工农的三大政策，是不是也有所调整？崇光老弟啊，北伐以来许多是是非非，不是一句两句能够说清楚的。你刚来南京，干脆在我这儿小住几日，等国大开完会，我可以凭借你在上海为北伐做的贡献和你的声望，推荐你在国民政府中任何要职，是文的是武的，你可以随意。你这匹天马行空十多年了，现在国民政府尘埃落定了，你该有个正路子的归属。谢谢先生的美意，崇光还有事情要做，告辞了。
光，我是不是让你失望了？是这个国民政府让我失望。下面有请上海工人代表沈孝成先生发言。各位代表先生，我叫张铁桥。今天要在这里说几句心里话。国父孙中山先生曾留下联俄联共、扶助农工三大政策，这是众人皆知的。可让人痛心的是，那些从前在孙先生面前自称为学生的人，却公然背叛国父遗训，违背革命誓言，现在居然举起了屠刀，在上海向工人们大开杀戒，这是在践踏立国护民的根本。孙先生泉下何以能安？为民国之福利的前辈们和尚在努力的真正革命者又何以自安？给我盯住这个人，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，他在南京的确切住处。是。作为工人的代表，在这里我要问问在座的各位，共和之理想安在？大哥，雨春，你也在南京啊？国民政府成立大会，我被派到这儿来执行任务。大哥，我们这一别这么长时间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。大哥也想你啊。雨春，我在国大会议上骂了蒋介石，你应该听见了吧？我听见了，大哥，我今天就是为这事儿来的。我今天的任务就是奉命跟踪你。奉谁的命令？宋思成，以前黄埔的政训主任。大哥，你赶紧走吧，他们可能会对你采取措施。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我现在是总司令部的联络参谋，主要负责情报工作，兼顾总司令的安全。直接受宋思成这个大特务领导是吗？徐震，大哥知道你心高气傲，胸怀大志，绝不是久困泥沙之人。你心中要还是有我这个大哥。听我说几句话。大哥，你说。送你去黄埔是我的主张，因为那个时候进入黄埔的人
都是精英。如今形势变了，昔日的精英，在我心中已变成了泥沙。玉川，你要好自为之。说不定有一天我和老蒋反目成仇，成了宿敌。你夹在中间，会很为难。大哥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你都是我大哥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安全地离开南京。我明天就返回上海，有什么需要我帮你办的吗？大哥，要是方便的话，你让秉辰去找一趟燕秋，转告一下我现在的情况。苏金宁说个数，适当提高一点也行，就当是我对戏院的补偿吧。补偿？杯水车薪呐！何班主为戏院招来了大难，不知道股东们要投入多少啊！不过我实话告诉你，现在国民政府主政上海，气象一新，要在这儿唱戏的戏班子多着呢。至于你嘛，本人就不再考虑了。我来替你考虑吧。何班主，啊，您二位有事先要谈，我就先走了。何班主，请留步。这个戏院我买了。沈先生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再说了，董事们也没说要卖呀。卖不卖是你们的事，我是买定了，而且就从现在开始。沈先生，您这不是明抢吗？上海现在是国民政府主政了。哎，经理，借一步说话。啊，何班主，你的戏班现在就可以进驻戏院，我那位沈三兄弟亲自为你压阵，你随时可以支援他。我家先生身为国民政府市政委员，做不了主买下这个戏院吗？你卖也得卖，不卖也得卖。你哪位股东要是不同意，我就让他少条胳膊少条腿，还有你的命。出去。沈三，谈好了吗？谈好了，谈好了。那就好。沈先生，你这让燕秋如何承受得起？嗨，有什么承受不承受的？你唱戏，我爱听。告辞了。了解一下这位何班主的情况。明白。谢小姐，这边请。嗯。夫人不在家，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可以跟我说。嗯，好，您这边坐吧。素儿，你去忙吧。哎。敏儿，来吃糖。谢谢苏儿姐姐。敏儿真乖，敏儿跟着谢小姐变得懂事多了。小姐回来了。谢老师。少珍，你是找我姐姐还是找我姐夫？他们可都不在家。
我知道了，素儿已经对我说过了。那谢老师就请坐会儿吧。素儿上茶。不用了，少珍。等等。谢老师有事吗？他有消息了吗？你是说大哥啊？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我要赶轮船了。赶轮船？对。我要离开上海，可能会很长时间。敏儿也随你去吗？对，把她交给谁我都不会放心的。再说，现在也只有她能够陪着我了。谢老师，那天在教堂，我是无意的。我没有怪过你。那天发生那么大的事情，就算你不来报信，他一旦知道了，我也懂他会如何抉择。我不想成为他的累赘，所以我决心离开上海，好好的把敏儿教育成人。你这样走了，大哥会很伤心的。少珍，麻烦你把这封信交给他，我想说的话都写在上面了。再见了。谢老师，一路保重。少珍，你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女人。是我做不到，但他的身边需要常常有一个人能够照顾他一些。进来。主任。小严，知道校长是怎么骂我们的吗？是我的疏忽，竟然没有想到这个张铁桥冒名闯进了国大，为大会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可是小爷，有一件事情你却没有处理好。主任请说。为什么不对校长和我坦白你同张铁桥过去的关系？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一个心理负担，但现在挑明了，却又成了你是否忠诚校长最为关键的一步，你懂吗？我懂。这样，你亲自带人去解决了张铁桥，校长要让这个人永远消失。但你记住了，这件事情又要极为保密，不能在国民大会期间
因为暗杀的事情而闹得满城风雨。怎么，我的话你听不明白吗？学生明白。昔日的精英，在我心中已变成了泥沙。你要好自为之，说不定有一天我和老蒋反目成仇，成了宿敌，你夹在中间会很为难。没有人。这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唱京剧了？吓唬闹。你没见着那些个文人大脑，动不动的都能够哼上几段，故作风雅。不仅仅是故作风雅吧？这刚买了戏园子，这哪天要登台联袂了吧？登台联袂呀，和谁？哼，姓沈的。我告诉你，你一撅屁股，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。你给我仔细点啊！有你这只河东狮子，我还能不仔细点吗？嗯，来来来来来，说吧，给我这个市政委员带来了什么好新闻？恐怕你这个市政委员当不了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这个大哥呀，现在可是新闻人物了，顶着你的名在国大上大放厥词，弄得老蒋很下不来台。恐怕现在满南京城的人都在通缉他呢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不让你把国大代表资格给他，你偏不听。现在好，恐怕你这个真代表都难脱干系了。不用自己吓唬自己。那个姓蒋的，刚在上海搞了个四一二大屠杀，血还没擦干净呢。哼，我不相信。他接下来就敢对我们帮会的人下手。不管怎么样吧，还是小心就好。我只是担心大哥的安危。
当你见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去香港的途中了。我离开上海的目的是不想成为阻拦你施展抱负的累赘，同时也给你留下个反思的空间。若冰是深爱着你的，但已经不能改变固有的生活理念，这个理念就是我无法面对和承受忽然间失去爱人的痛苦。仍在等待着你的抉择，更希望你告别上海这块是非之地，来香港寻找回本应该属于你的爱人。明儿我带走了，他将在我的呵护下长大成人。无念，爱你的若冰。哟，铁爷，您可回来了。小陈呢？啊，孝哥和夫人都在客厅呢。这次大哥是真给你惹麻烦了，大哥能够安全回来就行。小陈知道周旋。对了，这次在南京，我撞上你三弟了。哦，三弟现在怎么样？出息了。现在是姓蒋的身边的人。要不是他用巧妙的手段让我偷闲，我恐怕就回不了上海。他竟然敢抓你！哎，受命于人，他不得不如此。我是担心往后，我同姓蒋的开战，他夹在中间会很难受。让他离开那个姓蒋的，没那么容易。姓蒋的身边的人，能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了。再说了，我看他也未必想离开那个姓蒋。那个地方对于你三弟这样有抱负的青年人来讲太有诱惑了。那他也不能对大哥下手，否则从我沈孝神这儿我就放不过他。但愿吧。下面怎么打算？我势必要同蒋介石形同水火，他居然跟我用暗杀的把戏，欲除之而后快。好啊，那我就借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。大哥，蒋介石跟北洋的这些军阀还是不一样的，你得小心一点啊。毒夫民贼，人人诛之。大哥，我同你站在一起。少插嘴。风险很大，小陈，我想好了，不能常住你家里了，我在外面建几个秘密据点，必要的时候还需要你的援手。我听大哥的。少柱，给大哥备些款子。你放心，我立即办。还有一件事我要问你们，谢若冰哪儿去了？哦，他来找过我们，正好我们不在家。大哥，我碰见他了，他离开上海了。他说去哪儿了吗？香港，还带走了敏儿。留下什么话了？没有，说让大哥保重。我还是把他逼走了。若冰姐姐，原谅少真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爱他，珍惜他，好好照顾他。铁血铸剑，叱咤民贼，反抗列强，保卫民权。
宣誓人谭振刚、夏秉辰、肖佩伟、陶慧武、王立群、方德新。弟兄们，铁血锄奸团的成立，标志着我张铁桥再次向一切黑暗势力宣战。你们都是从四一二血案中爬出来的工人纠察队员，对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有深刻的仇恨，所以我们铁血锄奸团第一次要执行的任务，就是除掉蒋介石在上海的代言人，四一二血案的罪魁祸首宋思成。看来这个张铁桥一定是潜回了上海，我这次回上海还得多加小心了。都是学生办事不力，这次任务也不能全怪你，毕竟这个张铁桥也不是你们几个人就能解决得了的。小严啊，我考考你这位张铁桥昔日的高徒。主任请说。张铁桥在上海一般会栖身何处？说了要走，就无法停留。我回头看到你的眼泪，在我心里像在滴血，不能回头。盼左右，我一定能够走到那一天属于我们的天空。你说回头是爱，这爱无力苍白，我的兄弟，我的爱人，无法回头。你说回头是爱，天无际无边。我的兄弟，我的爱人，无法回头。